好啊，大佬，一點都唔少啊。今日咧就以長隨平安嘅金陽為主角，喺吉祥喜利嘅紅色襯托下，你有新喜？都話過啊。2015年大家就可以見到佢哋穿梭港九新界各區啦。不過你撚嘅話，啲島都炒，仆街。過海隧道路線九十八，同埋沙田區路線81都見到佢哋啦。如果你咁靚，就梗係要帶佢哋翻屋企啦。打開咗啊！分開一樣啊，就連兩面嘅座位、扶手、八達通機同埋車廂電梯都一應俱全。我三個度啫嘛，即係冚嚟啫嘛，隊啊！本子係限量，啊炒到呢個撲街，慘乜撚嘢啊！冇錢又冇乜都冇，佢都咪攞張單嚟咗。新咳、舊咳、新風咳，有潘高手，有咳都唔使怕啦。批發及零售從業都唔強啊，白日你咪阿爺都要注意工作場所整理，提舉同搬貨時記住姿勢正確及四大要訣。上落扶梯時面向梯具，緊記三點接觸。呢頭燈啊，128，我打兩盞。企到你傻曬，唔係啊！如果頭先係咁，而家係揾唔到個轉定子出去㗎啦。我坐車出去啦，係啊。我哋個咩都大咗兩次，咩第二次？Yeah.
咧就再揀。你而家你唔清楚，你俾電話我啊。好嘅，拜拜拜拜。喂。不如俾人坐出邊，我哋坐埋前啦。即係我唔坐過嚟，我唔坐邊。嗯在你的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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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
啦，瞓啦，瞓啦，瞓啦。我今次認真想感受咧，就係興奮啦，好開心啦，期望香港都變好啦。咁就希望每做一步，每走一步，感染到啲嘢去做好。幾年金啊，可以。
身體力行，一齊喺社區帶舒緩、尊重與包容嘅信息。有和平社會企業主辦、民政事務局及文化藝委員會合辦嘅同舟共勉愛家愛港大型活動，在2014年7月正式啟動，以關愛企業主辦關愛作為口號，宣揚關愛、尊重、包容嘅文化藝文化信息，呼籲大家喺每日下午一點鐘關心你身邊嘅人。让爱多一点，共同努力共融社会，建设更美好的香港。每一个很忙的人都总会有吃饭的时间，总会有休息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将一点钟是一个好像是吃 lunch 的时间，发一个短信，其实都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，所以大家都是可以做到的。同舟共勉爱家爱港大型活动其中一个项目是精神健康急救基础训练，希望透过课程让学员能够多些关心身边的人的情绪和精神问题，及早帮助他们。与此同时，大会亦进行了爱拥抱逼迫摄影比赛，鼓励公众藉着拥抱打破人和人之间的隔膜，以影像表现爱，并从约200份的作品之中挑选各个得奖作品，宣扬关爱共融的信息。除此之外，亦为小学生而设的乐动音乐团，亦为唔同学校的小学生提供合唱权和非洲鼓训练，并且安排到公展会、商场和社区进行表演，为社区注入正能量。藉着一系列的活动顺利完成，为期7个月的杭州共勉爱家爱港大型活动圆满结束，以众嘉宾和大使出席闭幕礼，鼓励市民和新旧朋友联系，互相分享爱和发放正能量。我们虽然本身这个口号是非常有意义的，但我们很多时候大家就算朋友之间看东西不同，会有些拗撬，很重要的。我们要感谢大家根本的矛盾都是一致的，就是我们可以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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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Thank you.
最好培訓，亦經常溫習出信，旅客享受旅程。
们在里面每人给老师一起的好啊，今天怎么办？
先啱啱臨下打俾你啦。嚟啱啱落車，咁我諗住我 Henry 上緊電話，咁你打俾你先得，你聽日唔使咩啊？唔係。I'm going to go.
Thank you.
其他功能不断的在变，这个心中很多是拒绝。
排斥自己也没有存在一种结果，就是当人担当自己的责任后，就是不希望对父亲的一个因此所控制。当然，父亲某一部分是要教育下一代这些，但是也不要让父亲等同于年纪变大，或者是没有自我成长的这样一个那一个代名词。所以这个活动觉得，就是。只是身份上的一个转换，可是自我的成长那些东西也要不断的学习。在维修机电设备之前，应先把总电源开关关上并锁好，并贴上危险告示，提醒其他人有电力工程正在进行。开工前应确定电源已经切断。深入头发纤维，修护染后秀发，可以多次使用，成个头面又得，局部保养一样容易。仲有温和花香味，染发同时护发，头发真好滑噃。染发最紧拣有质素，发色先会自然噶嘛。捞溜溜微霜，屋企染发，点可以冇咗佢啊？
子啊，呢個都。呢個咧我就知道係鹽苦鮑魚係嘛？係啦。咁鹽苦鮑魚同其他鮑魚有咩分別咧？咁我哋用咗個鮑魚就係叫做個蝦鹽鮑魚，咁佢就比較腍啲。咁面頭嘅下邊就海膽啦，下邊鮑魚下邊咧就個海膽。一啖過。哇！啲海膽都見到好大份啊！冇錯，真係啊！係啊。Thank you.